十月三日，杜海涛晒出和潘玮柏的合影，并写道：“感谢我伯哥大老远跑来看我呀！”两个刚从病床爬起来的少年，身体都要棒棒的。照片中，两人都是一身黑色打扮，戴着帽子，双手比威，亲密搂肩，关系十分融洽。杜海涛晒出与潘玮柏合影，然而看热闹的网友却表示，潘玮柏是专门来看吴昕的，纷纷打脸海涛：“人家估计是去看星星，顺便看看你，到底看谁，你心里没数吗？”你确定是来看你，不是来看吴昕的？不少网友也表示力挺这对 CP， 太甜了你俩，发糖了，两只都要照顾好身体呀。今天我站杜博 CP。